知道的关键字。习近平。习近平二日上午在到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纪念会提到五大重点。第一，携手推动民族复兴，实现和平统一目标。第二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，丰富和平统一实践。第三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，维护和平统一前景。第四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，夯实和平统一基础。第五，实现同胞心灵契合，增进和平统一认同。就是这么简单。九二共识。习近平多次提到统一以及九二共识，让这政治术语又再次登上热搜。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，各自表述就是大家说自己想做又做不到的梦。中共主张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，而我们根据宪法，中华民国政府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，拥有包括中国大陆主权。是不是听起来超自爽的一个共识呢？总统蔡英文也发表言论回应，我们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。跨年夜最大乌龙。跨年夜最大乌龙在澳洲雪梨，全球有十亿人观看烟火秀，雪梨港湾大桥也祝贺大家2018新年快乐。这么辛苦来参加去年的跨年啊。What the fuck? 玫瑰游行。是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于每年1月1日举行的大型新年庆祝游行，来自世界各地用玫瑰花与各种花朵装饰的大型花车、乐队及游行队伍，吸引数十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。第129届美国玫瑰花车游行，华航打造 Q 版哪吒三太子花车，夺下2019美国玫瑰花车首奖。就是这么简单。